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会分享鸡嘅食谱香茅焗鸡髀。买咗两只鸡大髀翻嚟，用清水洗干净，拎干水，然后用厨房纸印干佢。我会切走多余嘅鸡皮同埋鸡油，然后轻轻喺两边界几刀，方便佢入味。至于腌鸡嘅材料包括有两条香茅，切开佢，净系用白色嘅部分；五粒嘅干葱头，三契嘅蒜头，分别切开佢，然后将所有嘅材料放入搅拌机。落埋两汤匙嘅鱼露，一汤匙生抽，一茶匙糖，半茶匙黄姜粉，适量嘅胡椒粉，最后仲有一汤匙嘅柠檬汁。然后将它打碎，打到类似这样的 texture 就 OK 了。用打碎了的腌料腌只鸡髀，至少都要两个钟。将腌好咗嘅鸡髀放入焗盘，然后放入焗炉转190度焗35分钟，然后转230度再焗多5至10分钟，俾佢有脆皮嘅效果。焗嘅时间亦都要睇下个焗炉同埋个鸡嘅底细，呢道餸就非常之百搭，配饭配面都冇问题。而我今日就想食得健康啲，就配沙律同埋米粉。准备一煲滚水，放入米粉煮佢大概3分钟，唔好煮得太熟，倒咗啲水再放入个煲入边，用佢嘅余温焗熟佢。我都会准备蓝点酱配沙律，准备少少蒜蓉。切一条辣椒仔，挤出一汤匙柠檬汁，一汤匙醋，一汤匙鱼露，一茶匙糖和两汤匙的水，搅匀它，然后捞埋和沙律一起吃，真的很惹味。搞定了配菜，现在就去看看香茅焗鸡髀焗成怎样。那这个就是焗完的模样了，哇，真的好香啊！再将它放入碟中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了，是不是又健康又简单呢？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就帮我分享、留言、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